所以行业的文化意识有点大，人没念错，你看莫讲他没念错，包含老总书记，包分出九十九没讲他没念错。国民党的教育有强，你莫怕侬，国民党莫教育你啊，国民党穷人教育你啊，所以你爱问题的难，你是真实问题啊。我做教学，我是坚持研究的真实教学，所以我非常的清楚啊。所以你爱重点的放下，对老董事长讲，七十岁以上你是莫穿他鞋时间啦啊，他意思问我嘞。但是安尼，我研究啊，咩安尼啦，系安尼嘅政府啊，要创造安尼讲，他嚟反击安尼嚟，从今年嘅机会，大家要讲下，咁样可能黑穿帽下嘅啊，你话嘅反击啊，你咩讲你嘅问题，安尼话嘅反击啊，啊，即系重点啊，你系靠安尼政府嘛，因为大家同我哋支持安尼嘅。明年老包含小已经来选总统，哎，希望以前到总统就来做安尼嘞翻译啦，因为安尼讲前都嘛系德国结合、日本结合，呢政府做落好啦，安尼政府做落唔好啦，就咁简单。所以安尼话要管安尼嘅政府做落好唔好，那呢啲要关联咧，安尼呢嚟参到唔好政府啦，唔好啦，安尼教育政府啦。政府仍然是安尼的使用因呐，从总统以下到所有的人长将，从全部安尼用因呐，安尼很去做嘛个，为安尼的文化所以做。咁咪讲，既然来做个，你俩全部讲来把分子九十九天天讲来，跟全部国民党交往讲来乖，国民党都台湾绝情，当然也有，所以伊会先讲嘛。你细细的听详细讲啦。哎，你这个持住将你莫本政府控制啊！那当然，那不敢先讲我呀，吼，该卖幅度，我你应该不得不爱讲啊。因为你哎，你讲那谈掉哎，你莫本哎，你小英主席就学黑的天理呀。你博到哎，你小英基本来基本讲话实务训练，你对面哎，地方是实际的训练啦。你摸不着机会，我讲啦，佮往教授，佮伊个教授就来教坏啦。你也出来，出来，你出来对他这个是教朋友，佮是安怎平常的语言上有大方言啦，教学读讲的，所以你国民好教教学教到一半个啦，你社会学生专家唔会讲黑啊。汤因没用教的啦，你个现在全部搞出来啦，汤其实你也剩饭嘛。教育部搞错了，那个哎，你是政治的，你也搞错的啦。哎，你政治教育部都搞搞，他们全部搞错的啦。我咧有写东清楚，我今年无法度讲东清楚了，包含有汉卫府的势力，也是哎你搞错的啦。汉卫府的势力当然哎你那东西是搞出来的啦，啊。哎，你二三千年在打拼的，你还没见你讲这玩意呢，这全部搞错的啦。行业的文化是做全台湾各国各人的，交通部门做行业的事情啊，教育部都来做行业的事情啊，经济部都来推动黑甲 TT 的经济的发展啊，这是重点嘛。所以我亚弟回头是有写当清楚，我这二三千年的研究。人民的坚持制度，会对安尼的、安尼的文化有允许的竞争，安尼的他们的事情啊，你的技术当然天罗大网的黑驾驶哦，要简单啊，要非常简单的事情啊，人民创造的环境啊，还靠安尼的政府啦，还靠政府啦，这就是重点啦。所以安尼当然是希望讲有好的政府，哦。又谈安尼呢边嚟话，当然买呢条烟唔会谈咁讲嘛，同事嘛，一清楚嘛。哦，一希望安尼嘅小英总统下摆，去拉安尼客家文化，又咪创造翻转啦。创造翻转。诶，去创造安尼讲客家翻转啦。第二摆你读书嘅时节啦，先生坚持安尼讲客家，
哎，你所有的通好资金全部讲下来，那英英我讲下来，知道是应当我讲下嘛？我读书的时间啊，是年轻时间啦。但你又来，我问你，台湾又高，哎，你好生讲下，冇冇啊？没有，哎呀，重点啊！啊，我有个小小建议啊，管搞这个妹妹，哎，妈妈，我们把这个客家的这个以前的智慧，我们在座各位大家尽量把它保留起来，用这个优美的文化。